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甚至人人同修啊，当下九九法会啊，互谈的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建设代表，即维新圣教啊，台湾世界和平总会李建设代表啊，及当下九九法会护坛的法工同修法师，即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所有法师同修代表啊，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啊，我们的典仪组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大地普降甘霖的癸卯年11月16日啊，今天我们大家都以很诚心欢欣鼓舞来恭迎蓝天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开天九大菩萨、诸佛菩萨的光降加持和赐福。首先在这里啊，向各位莲座上的诸祖灵、双法界33000祝贺99天来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诵经法师恭诵维新圣教33经法宴来供养啊，我们事务部典礼组所有法师法工还有各分寺道场每天的法工轮值啊，都已经接近圆满了，所以癸卯年的九九法会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据点啊，我们也很感恩所有的维新圣教维新弟子同心同德
合作啊，共同完成的法会，我们以此来向天公、玉皇大帝禀报。由维新翻倍学院啊，延寿院长所带领的诵经法师，深回供养、恭送诸经，今天终于圆满了。我非常的高兴和感恩。九九法会的意义非常的深远，这在本教承天微光王禅老子的威德力加持，九九法会大家无怨无悔的早出晚归啊，来护持这个法会的圆满啊。我们今天祈愿提供光降来束缚给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也祈愿王禅老祖加持明阳两界的法界众生，都能仰仗天威，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够智成佛回去吧，这是我们的本愿。今天啊，我们要举行谢天恩啊的法仪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啊，冥界莲座上的三界万灵诸祖灵，也都能随玉皇大帝的牵引，到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本坛九九法会的真实意啊，除了每天都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以外，我们在2024年的1月1日上午5时起，我们在台湾净土桃园大体育馆深潭举办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法仪啊，唯愿三祖儿女都能觉醒啊，都能来参与盛会，然后来祈祷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两岸真和平，以为本愿啦。啊，谢谢各位的护持，谢谢各位的辛苦，祝福各位大家福慧增长，身体健康，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住持法师讲师及各位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即所有神职人员同修，
啊，当下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宗院长所带领的宋军法师，即过坛的法空显示同修代表，当下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西湖东渡日本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出游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4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牺牲奉献的军民朱建灵，当下法会九九法会购府堂上，恭请来坛城的购府堂上祖先朱祖灵，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购府地基主及工厂地基主，往生未满1年的朱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及地球195个国家烟灰软动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和会众等，阿弥陀佛。自从8月8日深坛以来99天的法会，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圆满了。这段时间九九法会，本教的所有的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以及法空代表，都非常的辛苦。早上一大早，宣佛寺的神职人员我同心同德，将早餐供养的斋串都排好了，然后早供完毕，就由幻变法师开始恭诵维新圣教33经，再由各分寺道场的法工依次第收起来再供养，这个精神博得三界万灵的赞叹和佩服，博得玉皇大帝、黄泉老祖、开天九大菩萨的赞叹和加持，各位平安幸福。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由严宗院长所带领的幻变法师深谈施食大甘露的法仪来供养法会坛上朱祖灵，来时机去时宝，接着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啊，这场法会已经圆满，在2024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桃园大体育馆，增添法子，深寒。第18堂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举办的第18堂祭祖大典，还也特别恭请九九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到大典会场受纳三祖儿女鲜花请、香花迎、斋串供养，并以歌舞升华还祭祖礼敬礼拜，唯愿中华三祖儿女15615姓氏朱祖灵啊，皆得和平相处啊，不要再有恩怨情仇的事情发生，共同创造和谐的世间人间净土。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贤士都做到了，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1月1日，啊，将在林口大体育馆再度升坛，由幻贝学院圆中禅师带领来恭送王禅老祖玄妙尊经、鬼谷先师天竺经、汉佛说阿弥陀经，大家一起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呐！啊，今天我们就请啊，幻变法师依法仪啊，施甘露法仪金簪，同享天地正气的法仪，大家皆得洗净啊外在的污垢，让内心里充满的喜气华喜清净心啊，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个成佛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敬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是中华民国啊癸卯年10月15，啊也是咱中华民族圣贤上好的日，也是平安喜啊！全国各地拢是今日在庆祝
下平安。啊，今日是尧舜禹禹帝啊的圣诞日，也是啊咱蚩尤帝祖的圣诞日，也是福禄寿寿车三车宗教的圣诞日。所以本为心信教，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在建筑年10月15日，啊，天公快乐春棚，地球五大洲。啊，今年癸卯年10月15日，啊，天公五大洲又煞，啊，都要回转来台湾净土，所以天公啊决定讲要在上基山先落寺，啊，咱的维新圣殿来定做，来顾台湾海峡两岸，啊，会当和谐，啊，会当和平。所以我們很感恩就天公，今天這個我們恭迎天公要回銮來先佛寺，為什麼聖教的地主滿山滿滿寺都真的歡喜，有的放炮，有的拍炮啊，啊，这虔诚恭迎天公回銮啊，啊，也有咱伫维新正教大殿前的莲池啊，放迄个船啊，啊来庆祝，表示天公回銮。啊，满载而归，啊，所以咱今日所有的贤士同修，拢足欢喜，啊，有的呢，唔捌参加过，今年参加，感觉真正欢喜，啊，真正有这个幸运福报，所以今日。咱自从台中道场6点出发，一路经过高速公路、3号公路、搭6号公路，啊，6号国道，然后来进到啊先佛寺。啊，那我们全体同修人啊，拢真正欢喜心来迎接着。天公回銮啊，啊，所以天公回銮的意义，啊，也代表讲世界渐渐会和平，两岸会和平啊，迄是咱所祈祷的。那么咱所有的贤士同修，分布在全国各地、台湾各地，啊，恁若有闲。也想当来先佛寺来维新圣殿，咱求天公，求阿弥陀佛，求王禅老祖，求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啊来加持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啊！